对了，那个水，这个好嘞，我歇一会儿，宝宝。说到东西就不一样，不一样找我宝宝，我给你退啊。把胃撑坏了，哎呀，撑坏了没事，有钱治。小病咱就治，大病咱就死啊！这一辈子咱就是说无所吊胃。该吃该喝喝，啥都该享受过了啊！你别说哥，俺说没事，你说你就挨骂。像皮蛋呀，下一个是皮蛋吗？对，真的是皮蛋，那就吃皮蛋吧，泡着啊，是吧？还是你会想吃？一点就通，一点就通吗？对，不点不会。还得是你啊，拿个东西，要不然接着点。好着嘞。喝的是什么水啊？喝的就是饮料。戴手套不好吧？少吃点，吃慢点。好嘞，宝宝，喜欢小鱼的留个关注哈。没给小鱼点关注，咱们可以给小鱼点关注啊，宝宝们。点了关注，咱们上面的福利更容易去抢到，好，宝宝们。然后没加入粉丝团的可以加入下粉丝团啊，粉丝团。你说我说哥哥。你说宝贝，我不好意思啊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说？差不多得了，你说你下吧。好，你说吧。我不说了，你说吧。咱们家十级粉丝团应该有十级的，有没有有十级粉丝团的啊？可以去啊，对，然后啊，十级粉丝团的话会给大家寄两个这样的杯子，一个紫色的，一个这个蓝色，应该是很好看哈。我怕官方看不过去，你不要说什么东西去抢，你抢到什么东西了？所以说没加入粉丝团的可以去加入一下粉丝团，宝宝们，感谢大家。小吃点好嘞，对的，十级粉丝团有礼物啊！现在改时间了，对的，我现在是每天的那个晚上9点钟，9点钟直播了啊，宝宝。9点钟直播了，6点不播了，6点老来不及，太慌张了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东西都准备不好了，就开播了，老慌张。我今天感觉老轻松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太多，我们开播之前有，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是3点钟上班，知道吧？下午3点上班，到直播的话6点开播的话才几个小时。3小时，什么准备不及啊、包括厨房这边也准备来不及，什么都来不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9点直播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这场直播哈，就很好，就挺好，我是几级？没有看着哎，宝宝，他们自己能看着吧？你们自己能够看到的，宝宝们。是吧？我们你要是小鱼的粉丝团十级啊，宝宝们，你要在别人那十级，你来我这儿都能看到，他们自己都能看到。点开小鱼的头像，你们再看。你九级了？对，你这老妹儿的，我的八级，我差点。我九级，我差点，因为我换号了，我差点。很快十级哈，这不很快吗？对，很快，那是相当之快。在哪看呀？来，我跟教练怎么看啊？粉丝团几级的话，咱们看这里，你看这个显示9，看见没？这里显示9，就说明。你是这个号啊，这个号就9级了。是的，如果你显示1就是1级，显示1就是1级，显示3就是3级哈，显示几就是几。说话的话，你们一个前面，你们女生前面会也显示的，宝宝们。对，我们看不着那个，我们看不着。你在公屏扣字，它前面会有显示，不信你扣一下试一试啊，宝宝们。你扣个1或者扣个2，你试一下在公屏上，你自己能够看到你们等级。啊。一级了，刚加入，哎，是不是不给你们点小礼物，你们是真不加入啊？是，皮蛋吃出冰淇淋的感觉。现在有一个菜，有一个就是比较现在比较火的叫皮蛋咖啡，皮蛋什么都可以搭配的。刚才有人一直让我上皮蛋，呀，这个，啊，不是，咱家皮蛋就是这种糖皮的皮蛋，不上
烧嘴巴。对。但是不烧嘴巴，宝宝，也不要这样一口一个哈，也不要这样一口一个。我们是吃播，对吧？嗯。然后你们回到家的话，四个可以就调一盘菜了，就调一盘凉菜了。夏天啊，爱吃个凉菜了，不知道吃什么凉菜了，咱们就可以调个皮蛋啊，是不是？然后这种切，这样切，切成四瓣吧，大概。对。是吧？四瓣、这瓣都可以啊。四瓣切成四瓣，三四个皮蛋就可以调个小凉菜啊，个个都糖心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宝宝啊。然后再拌点黄瓜呀，或者皮蛋瘦肉粥啊，皮蛋冬瓜汤都是可以的，很好吃的皮蛋啊。像是皮蛋、皮蛋豆腐都可以啊。对，这皮蛋就这个小料汁这么一调都很好吃的，宝宝啊。对，线下去买的话，这个不烧嘴巴了，无铅工艺的哈，无铅工艺恒温腌制50天，散养麻鸭蛋，个头也比较大的啊。线下去买59块钱20个，59块钱20个，咱们直播间20个哈。十个，20个，线下去买59，咱们直播间不要59，不要49，39我都不要你的，直接开价36.9，来一号链接，一号链接你上好刷一门，再见。没有蘸料哈，宝宝，没有蘸料的啊。咖啡。你冒烟呢？你搁哪整的咖啡？啊，我你不拿我的咖啡，我就是。你别管。搞点冰。不，我加凉。不是。不是说，咱说就是这个皮蛋咖啡咋做的，咱不会呀、啊，关键是就是吃一口皮蛋，然后再喝一口咖啡。哦，吃一口皮蛋，喝一口咖啡是吧？嗯，我尝尝啥味儿，挺好吃的。啊，放点冰块就是冰美式呗。对，冰块，你把那个直接放在里头，你怼着不就行了？啊，怼着。我吃一口皮蛋，喝一口咖啡，皮蛋咖啡。皮蛋不需要煮的，直接去扒开皮吃就可以了，宝宝们。没尝尝味儿，好吃吧？你看我师傅这点的这名菜真好，没尝尝啥味儿。没有了，你尝尝碗边。能看。啥？哦，好，哇！马西达，马西达。好，你们慢慢享受去吧啊，拿下去吧啊，来。瞎吃呢？怎么还？怎么能还瞎吃呢？啊。这个皮蛋咱说实话吃法太多了，吃螺蛳粉都可以放皮蛋。是的，来给我放里头两个皮蛋来。好嘞，咋吃都可以哈，做快的。好嘞，助理太给力了是吧，大便成黑色的了，大便别管别管，给我吃呗，我馋死了，我一口没吃呢，我先来一口是吧？怎么？你还能吃得下？能吃得下。这么厉害？那我的金牌助理，报道，金牌助理，啥子？你还能吃得下？我都撑死了，你还能吃得下？嗯，真好吃啊！老妹儿说了，就等这一口。